耶，我第一次看，猜猜他们在做什么？这个是妹妹的结婚，然后男方要给女方的一些聘礼，是吗？哇，那个是什么？很像 Hubia 呀。Hubia， 哇，很多哎，你紧张吗？你觉得我紧张？不紧张。我觉得你已经 ready 了。我们现在要出去啊，我们就先这样。哇，看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这么大力哦！我们是那种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刷菇。我们不是那个饼干，那饼干叫什么？牙菇。我们是刷菇。这种传统的东西我们都不懂啊，这是。但我们如果万一有那一天的话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好大个！哇！哦，阿西阿帮队好。耶！我们 plan 好的东西终于做到了，虽然是隔一天啊。我终于拿出来洗了。Yes！ 终于有一个干干净净的车。对。很累哦。累呀！睡太久了，手跟脚痛，好像僵尸一样，对。我算了，你大概睡有14个小时左右。呼呼，然后我们还去有买零食，其实不是零食啦，是蛮多一下的方便面、菜底来哦，然后小龙虾面哦，然后这种一包一包全部很贵很贵的面，但是太贵了，一包3.5元呢，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的那种咖喱面啊，3.5元5包，可是啊一包就够了，然后嘞。这个才是零食啊，爸爸的零食啊。送这个。啊，送毛巾。送毯。哦，这是毯。给他们盖被啊那种。哦，可以烧了，然后自杀那个毯。Barry， OK， 这几番 ，OK， 哇。哇他那个跳的很好，他的脚蹦蹦蹦。喂。哇爽啊！新的地方哦，今天是你的家吗？没有，我的味道。进锅子了是吧？哈哈哈哈哈。为什么人家这样？看，他对那个有兴趣，因为是的，是的，各位，是不是这样讲？我说这样讲。你会找啊？什么都吃，一条一条哈、哦，一条一条玉米这样。啊，他本来就是这样。好像哇，有雪！碰了嘞！哇，越流越多，越流越多。哇！喂，怎么升降？有没有看到那个、哦？是满满的，准备啊！我还没有看过后面呢。来，一二三 ，Go！ 噔！哇，很像醒了这样。哇，这样很好哎，比较多位哎，而且没有那个板，就看了就是舒服一点。然后我跟你讲哦。你家不是一直要开了然后打火啊？啊，怎么好了没？怎么嘞？因为这里还原本有锂电池，其实是没有电，所以你家总共多少年都是用打火机啊？哦，水是水问题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可以这样。然后这一个是粉的，拿来放口红的不是？然后拿来放这个酱油级高级，然后这边呢，哦，怎么整齐整齐 ？OK 啊，其实那个这里就是一个我们站的地方，然后我现在站我站的地方，然后整个就是这样，也不会很小啊，看起来本来坐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小位，哇，新的呢，新的呢，呜，颜色有差没？啊，下面是这样子，你这边一个洞。那边是哦，这边是有瓷砖的，啊，这边是有瓷砖，那边是没有瓷砖，怎么嘞？为什么这里做了瓷砖，那边没有瓷砖？哎呀，然后这里还帮我们打一个洞，然后就可以穿另外一个线过去，另外一个是否这一个的，一个是否这个的，而且炸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关这门，不然的话我们要这样接线过去外面，然后是关不到门的。开锁饭，开锁饭，开。
开工大吉。他不是讲来的时候会分开，还是你在笑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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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怎么了，宝宝？你说话呀？怎么你兴奋什么？这边走，那边走。奶奶，哇，你很开心啊！看的人都觉得晕了。怎么办？嗯，我们要搬新家呢，是不是？棒。我的手开完了，哇，享受，来躺下去，来示范一下怎样躺。那个人讲妈咪太短了，有一点难。那么拉拉抱，拉抱，用力抱了，拉拉拉拉，哦呦，小心啊，可以。然后躺躺躺，不是脚踩这里，他不能动了，现在踩吧，踩这条你的脚，啊啊，顶着顶着，直了没？躺了没？我也要了。你坐下去。哎，怎么变了？那个是放脚吧吗？然后踩下去。啊，踩。躺完了，躺完了。完了。完了。硬了就可以了。你这还可以推后。没有啊，没有完。你和一起来是还没有完。没有，他抖身，他为什么？可是还是不会动的，不是吗？可是我娘啊，完了完了就好了。迷你没有躺完，你看那个椅子差几多啊！不能了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啊，压下去，够够力压。假的，还可以再推后。可以了，好了，就是这样吧了。鞭炮啊！鞭炮，哇，很大。哎，还有喜字的哎，很大字哎，第一次看过这样，因为家里第一次有人结婚吧。这个桌子我们也开了，有没有配这个椅子？他不要的。不要了。有没有配这个神座？坐你坐这样正。你是来面试的吗？第一次来到主人的家是吗？哦，来，礼物嘞，见面礼耶，你第一次见到老表不？哎，猫，嫁给我啊！耶！那拿去你妈妈，拿去给你妈妈。你还要你这个好汉讲嫁给我了？我也骗金。在家做戏吗？是啊。妈咪也配合你，对对，骗金嘛。啊，我也骗金嘛。做的是做准备呀。是啦。会使再加好一包无？哇！上重上重。拄着头一摆啊，我会晓了。哦，那就是这样的，有第一次哦，后面就会了，完蛋了。我再加一包咯，爱失败啊，我哪办呢？我加一包，用款用明的。我再加一包。随手给就不用给这样多。啊，所以爱较紧咯。现在我们坐我们这里啊，坐隔壁亲戚家。那边呢还有一个，那边有一个。还有没？哦，后面，后面看到吗？后面还有一个。他坐完我亲戚家了哦，就到我隔壁邻居家，因为他们也要坐，所以他在这里一次过坐四间家，因为还有一个印度人也要他坐，因为印度人的车房哈漏水，弄到他整个天花板。可以讲是全部黑了，要换到完。那个印度人可怜呢，因为他刚做爆嘞，去年啊，哦、去年刚做而已咯。搬进来。嗯，然后现在坏了，要换到完。又又又！现在呢，我要代替我的老伯老父来分那些妹妹的结婚的聘礼，现在是聘礼嘛，这个。不懂哎，算是礼盒吧，礼盒送给亲戚的礼盒。对，因为哦，他们两个老人家两个都很累啊，然后家里又有人还在做东西，所以哦，我就来代替一下他们。哎呦，而且要跑上跑下哦，会很晕啊。等下他们冰山了。Best dollar。Best dollar。有的帮就帮呗，然后我们做完这些，我们还要去买水，因为我们都出来了，就顺便帮他们买水。到时候17号结婚的时候，那些兄弟啊姐妹要喝的水。现在我还以为是过新年。要看吗？看一下。哦、很大力耶！好大力啊！一个一个你的头发了。OK， 你要去给我大舅先，大舅夫人，大舅夫人阿姨，阿姨了，就叫大姨大姨那边。二舅是刚才自己来拿，所以呢，我就不用过去了。拜。
好酷啊。嗯，猜不到我哭了呢。刚才有鼻子一酸，差一点点。可是我还有东西做，所以我就不会想到那边去。如果我现在没有东西做的话，你看我已经哭了。可以让阿姨。OK， 所以现在是拿给他的阿姨礼盒啦。耶，第一次买这么多，满满，这辆车满满。我给我们买回来了啦，然后你怎么叫我拿箱子装诶？比较容易拿吗的？很像赈灾物品这样啊。我们要去关心一些贫穷人士啊，例如我啦，所以现在 Stephania 在关心我，你知道吗？新年来咯。其实这个椅子咧，是我跟妈咪吼去了两三间，然后咧，我就突然间带她去这间，她这间根本就不像是卖家私，她其实是复兴家私，就是帮人家换那个沙发皮。然后这个沙发它只有唯一一个，然后是人家不要了的，只是他看到它里面的铁啊、棉花啊全部还很新，然后没有坏还可以用，所以他们就自己复兴它，他们自己换了这个皮，然后再拿出来卖。因为那边很多沙发都已经卖掉了，因为很多人家淹水也是要换沙发，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，就拿这个唯一一个出来卖。结果一看到，哇，这个好，而且价钱。对，而且价钱千三块吧，又有的糖，然后就买哦。因为三个位的嘞，它需要2500以上，2500和2800的那个价钱，所以这个两个位才1300。然后买啦，等什么？是不是可以这样？等一下 ，OK。然后呢，它是要这样子踩着，它是要踩这边，比较容易推，然后我就躺下来了。呀、yeah, ，再加个按摩的功效。说、so, 如果有按摩就好。然后我觉得有不好的一点就是哦，因为我们家的两个老人家啦，他们没有这么有力，他们起来呀，他们要把这个放脚的压下去的时候嘞，就没有力压。如果这个是电的就更好了，直接按 control 按下去上来，躺下去躺高就很方便。所以如果下次换的话，可能可以找那种电的给他们。办公椅或者是电竞椅。可以上可以下，不要讲这种老人家不用的东西。可是我觉得两个位有点是对我们这里来讲很小，是不是？来，我给你看，一二三，压下去，哇！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啊，每天压我的脚就瘦，我小腿一定瘦，这样子哦。我们是两个位，等下。哦，因为你弹个位啊，我就找不到那沙发在哪里。然后我们整个客厅看完就是这样大。可是中间就是两个椅子罢了，对我们客厅来讲会相对小一点。然后哦，这个圆圆的椅子嘞，因为它需要起来嘛，所以这个就不能太靠近。你关完了，然后这边其实哎，其实它空蛮大的，要玩呢、啊。你老人家，然后我看你。OK。所以它其实是空蛮大的，可是没有办法。没开。就 OK 了，有一个按摩就好。自动，自己 effect。然后因为是可以往下的椅子，所以后面是不可以放，就是太靠近，不然我们下不到。但是有一点点位，没有按摩也要做到有按摩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其实哦，我跟你讲啦，这种椅子啦，最快破皮的地方是哪里？这边。就这边，因为你要推它。对，这个椅子哎，难固的地方哎，就是。它会不破皮。啊？哪里？哦，那你这样跑上，你这样跑出去，吓死我！上来，下来。乖。哇，那条妖仔跑出去了，你讲什么话？你看几分钟？我真的是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忘记，我没有注意到海。OK， 他讲这个很难过，我们的汗那些会弄到他破皮。因为它是皮。对，所以要用那个清水，每天跟他抹，每天跟他不得空。这是什么啊？其实这东西哦，因为还有用力嘛。他们应该年轻的时候买，这样的话他还有力。因为他们现在两个老人家哦，这一个东西他们是按不下去的，然后他们也不能起来，然后也不能按下去啊。
酒这个有一个不好，刚才我坐在这里，我妈咪坐在这里，她这个还没有压下去，她想要起来，她直接起来，然后他们都说我爸是要倒的，因为我刚好在这里，我也是躺的，所以她直接不平衡，她都要整个倒下来，吓死我！我跟没有录到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看这个呢，很像巧克力面包。嗯，然后这个就很像大便这样，上面是巧克力面包，然后下面就是大便。What the fuck？ 然后这个是 Jasmine 楼下的房间，然后已经有气了，因为我刚好往上然后你跳，可是哦，你看冷气那边相机里面看有很够力的印，然后上面这些 sticker 是因为 Jasmine 之前的床是双层啊，他在楼上睡的，所以上面呢他就会粘那些布。猫。猫。猫的布吗？然后呢，这个马桶也是有做东西，它是很容易冲水啊。现在之前是没有这样容易，可是呢，我其实不知道他做什么，但是我懂他在这里摸东西，你懂没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这个东西，他做这个球，然后这个喷水的，然后还有这个可以关。哦。可以猜，你做那个啊？有，怎么样？新的？哎，我没有注意到哎。然后哦，它有一个不好啦，就是这个球啦，它你看，它卡着，大概卡在这边。哎，它水满哦，它这样子它就卡着啊，卡着的时候哦，你看水到一定的位置啊，它就不会再上了，所以哦要停了下去，因为它太长了。OK， 妈妈 ，Go。A few moments later. 舌头都变大个了，哦，水。有力量了。这个沙发很值得买一下，地铁来不了，这个人就睡在这边了。看来是躺得很舒服，不然就是很累。老板去冲凉，冲凉睡觉，老板。现在10:03，这样。我以后我一定要买按摩椅。买啊买啊。可是很累，很想睡，我是已经睡下去，只是我躺上不舒服。怎么很热？很痛。你是痛，所以你要躺还是你躺到痛？我是想要睡觉，然后躺上一下就很痛。去冲凉啊！我刚才在冲凉睡觉了。这个人刚刚起来又做了一下水，因为脚没有力。哎呦，19cm。哈哈哈哈哈！哈，好，开心哦，第一次走。那个地上直接变黑黑的，啊？你出来你开心，我不开心哦。等一下我要跟你骂了呢。啊 ？No， 这个是不可以弄的。No。你帮我爸爸妈吃了鸡蛋糕，这家公司肮脏了，肮脏了也不是这样骂的，知道吗？哈，那你要上床的呢，爸爸呀，我教过你什么？我教你不可以靠近车，哈，你现在是忘到一干二净了是吗 ？No， 不要靠近车，不要靠近车，你觉得很麻烦你就进去，对对 ，Go。不要听你话，你就进去。然后一个拳台就出来了，一心失败了，啊！不要靠近车，不要靠近车。Good girl， OK， 离车远一点，宝宝，离车远一点。Good girl， 还记得啦，你的肌肉记忆对不对？宝宝，你弄到车了。
你怎么？又在出血。哇，怎么嘞？因为我割薄啦，我去帮爸爸砍一下骨头，然后可能有弄到一下。哇，他的血又再出来。哎，可是我指甲真的是变色哎，他那边有一点黑青，紫色紫色这样。真的有一点紫色紫色这样。血光之灾，对，来这个了，我就不有别的灾难了，就是。你看我不止这个了，还有脚那个。讲 non-stop 了，脱皮了，这个我怎么还有血呢 ？This year you gonna 血光之灾。Yeah, so you need to slap someone. 我忘记了我说，我小毒液发情，哇哇！我那个时候我又在驾车。那个时候啊，你就五个字吧。什么？天空飘来五个字。爽爽爽爽。玩像一个马来西亚传统的风筝。可怜哦，他不会不会再帮我们用气哦？这个印哦，它为什么会有？是因为那个挡机漏水，然后那个挡机它是一个针的那个孔来，很小很小而已。它现在已经糊了，可是如果还在继续漏的话呢，就是那个挡机没有救了，就是要换一个新的挡机。换一个新的挡机好像要1400块。哇！所以现在是波比他补了嘞，就没有事情。如果还有事情呢，就整个蓝皮还有。因为他是800块是蓝皮，然后其他是工人的那个什么 labor fee， 叫什么？费用。工钱，对，工钱。你看这个洞那么小，他刚拿蓝皮上去，他一定是要去到外面屋顶，然后拿进去了嘛。所以他应该上层楼上爬进去。所以这个麻烦了。Okay, 我们呢还是觉得这个楼下房间的那个霉菌的味道很重，可是呢我爸爸都一直讲是油漆的味道，然后我们刚刚就去看这个大的厨后面它是没有霉菌，然后呢小的那个呢就有霉菌，然后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所以明天才弄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明天才继续弄，不然的话那个味道啊是不可能在的，而且油漆味道要散早就散了啊，到现在的我半夜了了还有咯，喵好无聊耶。